只要我全世界上最难听的三个人。说了这么多年肥皂，
挣了几个钱，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，咱们就翻身了。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，咱们一共挣了3158.2元，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元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，剩下366零花钱，以后咱一起干。想跟我长期合作啊？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，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？按照胖子的意思，那咱以后挣了钱弄一码头，咱直接啊就进堆场。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，干杯！我也是想替你减轻压力。咱俩没在谈恋爱吧？当然没有。我拿你当合作者，我尊重你，信任你，我希望你也一样。你爸也是过来人，这个小赵人不错，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。老大，咱这堆场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，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。对，越烧越旺。不管公司大小，永远是三个股东，小陈、我还有你。把这合同也签了，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。你知道胖子这个人什么事儿都愿意自己扛着，我没了你又走了，他真的是连找个人说话的都没有。要不是佟耀奇这么拼命的干活，你以为堆场这半年来的租金、人员的工资都哪儿来的呀？生意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，你手上那点钱，你过过平常的日子，安安稳稳的不好吗？你怎么非得折腾呢？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，我给。我只希望我们能像正常的妇女那样，可以吗？一次次野蛮的生长，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。陈凯也好好看看吧，这是个新世界了。